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呢，我们为您挑选的棋局是2015年金立智能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七轮的一盘快棋。那么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珠海万山队的孟泰林六段和这个武汉三明队的李东勋五段。李东勋呢是外援，好，刘老师。对，我们就是来看看这个甲级联赛。这个也是中韩就是。一个盘这个比较有水平的比赛吧。对。李东勋在韩国排名第八，对，排名非常高。那么他年龄很小，98年出生。98人很小，哦、那排名第八也是不错的了。对，已经很靠前了，前十了。是代表这个武汉这个聂老那个队啊，是比较强的啊。行。来，我们看看这盘棋啊。孟泰林呢，他是我们这个正好是我这个珠海队。对对对。当教练这个队，我也对他稍微比较了解。这盘棋是由李东勋执黑先行。对，虽然快棋，但是每方一小时的，这个也不算很快啊。就不是一上来就读秒的。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看，这个黑棋是这个李东勋，白棋是孟泰林。孟泰林，对，孟泰林，是。对，孟泰林呢？这个下棋啊很有自信，对，属于一个热血青年感觉，热血的这下棋棋来啊，这个自信满满，超比我们想象的这个一般的人，他的信心呢比一般人要强。对，我觉得我看他的前半盘，我能感觉到他那种热情，对棋的热情。热情，他几乎什么时候都是觉得自己好，充满自信，是吧？对对对对对，自信不是什么坏事。对，非常有自信的啊，对，也可能真的是不错。但是呢，就是说他是更胜于这个自信心，就比一般人更胜于。现在这个黑棋这么布阵啊，这个正常挺好啊。那么白棋呢，这个挂角，对，挂角也普通。这个过去以前下的非常多，黑棋手角。是吧？是的。拆三，普普通通，这是李东勋下的。那么这个做黑棋，那么打入，这个也非常正常。像你这不拆二拆三，或者也不小飞，他一般都是打入。这孟泰林是一个，这个他比较强，热血沸腾，热血沸腾。他那个棋呢，也喜欢战斗。对。是一个不是循规蹈矩的那种。对，是的，是的。不是像很多徒弟们讲理论给你的，啊、是不是那样。他这个有他的理论，跟很多人可能不一样。对，现在白棋这个打入呢，是你最常见的二路拖什么跳啊、飞啊等等多得很啊。现在他拆三，拆三呢，那么黑棋再打入。对，这个棋那就是下得很乱，下得很乱。这个棋呢？这个棋是孟泰林呢，他就跳起来，他跳到这里，好，现在白棋跳这里，对，跳这里应该说同行走中央跳一个挺好，这个棋呢，感觉上是白棋总能选一边，也不错，是吧？通常黑棋也可能尖在这面，让那头补也有可能居多。对，现在呢，黑棋走这个，他就索性就这颗子就放这儿了。放这儿了。这个、大飞角呢？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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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应该说这个棋喜欢下白的多。对。应该下白的多。我也觉得比较喜欢白。是吧？白棋白棋是，白棋是这样，我先这个。去黑棋跳一个是吧？白棋尖这个是吧？然后黑棋飞了一个。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样的棋呢，白棋把这个吃住，然后这里面还有拖，应该说白棋，像是有棋象，而且这个棋呢，孟泰林对这个棋形比较熟，他过去也曾经下过。哦，他下过。李昌浩就下过这一类型的几个棋局。那看来是已经有经验了，有经验就不一样，就下过这棋局，尤其是布局，一定要下自己熟的，这是不用动得太慢，因为布局你要研究啊，没有且想嘛，且想的，而且这还快棋，哪有功夫下？没有功夫，你要自己熟呢，有经验呢，你就有个谱。
心里想过了哎，这段时对，间，好，有经验了。如果你要是临时想那种理论性的布局，各种想透啊，你根本没有时间。对。哎，所以像这个现在他这下自己熟的，他这个下得很顺手。嗯。然后呢，他下一步靠白棋靠，这个形状靠断，是他孟泰林和李昌镐下过同样的形状，曾经下过。这对孟泰林非常有利，哎，是对，他比较熟啊，有利啊，嗯，是的，是吧？现在那考验黑棋，让你来选择，嗯，哎，这个时候黑棋的选择其实很多，但是就比较困难，我觉得不太好弄。有多种有利的，哎，如果这个棋啊，黑棋单立是单吧？立，单立呢，白棋会走这个，对，啊，这个棋呢，那接下来怎么下呢？加吗？大概加一个，那白棋会吃这个。然后对，粘一个，粘上它，拐住，哎，对，再顶一个，吃掉，对，要拐一下哎，吗？对，都不用，无所谓，反这正就个那一棋他下都吧。可以脱啊，先，这个是棋的。他很高兴，以后或者压一压，这样的白棋他觉得这很便宜，把你的压缩了，他这儿呢也完整，走一个好的形状，是啊，我觉得白棋比较舒服，这么哎，下白来，棋这样的话，他有可能再处理这两颗子，因为哎。我们一开始看到是黑棋一个星位加一个大飞角的对，这个形式，然后白棋进入的，进入，你看现在能下成这样已经很满意他了，比较满意，他觉得这个形状我很高兴，是的，他很熟悉，是吧？哎，那么我们看实战啊，对。实战。那这个棋黑棋李东勋不像那个孟泰林，孟泰林有备而来啊，那他走什么呢？最不后他太想了会个是奇招，吧？他就打这个，打这个，对，你长他就顶一个，点呀。哎。走了一个狠的，这个棋，这这棋个如果说白棋挡住怎么样也，如果挡呢，它是啊？挡在这里，如果挡这个，对，黑它棋挡挡，这哎，个，对，你挡这个它能搬，这个棋黑棋白棋大概只能立，你挡被它搬受不了，拐这个被他被扳它过哎去，拐了被它搬受不了，大概是应该是这样，然后他把这哎把这吃个掉算，吃了吧，哎就这样。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普通，应该说白棋这么下呢。也是比较合理，差不多。那角也小了一点，你这个呢也稳当了。然后你在这里靠一个，或者再处理这个，都挺好。这个应该说是白棋这么下也不错。哎，他其实后来他也有这体会，觉得这么下可能也很好。但是呢，挺他简明的这个下简法，明，实战就不同。实战是这个，打吃，挖吃，挖吃，对，黑那棋逼得黑呢？棋只能打打吃这个，了，这个棋呢不能提了，被包进来了，而且这两个就薄了。这那外面太白棋受这个伤时了，候跑，这个时候跑呢，黑棋只能提，只能提，这个黑棋白棋立下来，但是呢，这个棋利弊难说，因为什么呢？黑棋这个是先手，是吧？打着一下，外面还是挺厚的。他挺厚，但是黑棋这个死了。对，黑棋，但是黑棋多了两头，厚，这个棋利弊难说。对，主要是这个角啊，假如说都是白棋的空，那白棋还挺结实的。那问题是人家挡了一路，有个打过，对，这个这也挡挺很心大，疼的。这挡很个大，这一是路的，包过，这个棋留下一个大的，但是呢，这个时候黑棋可以脱先，他不走了，他留到这杆，哎，到时候你粘的时候，他直接就挂角抢对，大的。先走个挂角，在这对，儿。应该说利弊难说，但是两分。但总的来说，白棋啊，从这个到这个时候，也不差。白棋喜欢下白的可能会多一些，选择白棋，尤其对，蒙我太也林的，觉得是。你也喜欢白棋啊？我觉得在人家的阵营里能下成这样，不管怎么样，我都觉得挺满意。也可以，是吧？那就这面放一放，那再继续往那边白开棋展三战，间叠加，开拓是战吧？场啊，然后。反家，对。对，反家正常，这挺好。这个棋应该说是也都是一个正常进行。白棋尖出来走丁士，尖在正常尖一个，走一个丁士，打丁士，打丁士呢？所谓丁士就是差不多，黑棋拆回来还在拆这过儿来，白棋再尖顶白棋尖角。顶，对，这个丁士呢，白棋也挺满意，对，是的，这个也比较满意。然后这个黑棋继续抢占大场，在上面挂角，对，抢占大场呢，
这个棋就是说，如果你跳一个白棋、黑棋守一个呢，他觉得这两颗子有可能无疾而终，害怕。如果有一个对阵走那面的话，应该说，应该说也，如果你喜欢来削对方的话，守一个也很大，白但棋就单手是单吧？手也有大，但是现在呢，比如这儿，或者守一个跳一高位，个他白在棋，这个地方走一个之类的。把它拆高一位个，走一个，拆一个，那这个都是后话，这个都是都可以。那么，我们看实战，实战白棋下了一个一间高家，对，一间高家，在这儿，他主要是觉得不想让你连骗，不想连骗，也可以，也可以，这个也可以，3-3正常，点一个，点一个，白棋挡，高位，爬，爬，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正他常没是有爬。下的长，长他也是会一路搬，二路搬一个，二路搬，估对，计也能下成线，长他也会二路搬，他是走的这个，对，他搬是下来搬了，这个，在这儿，他实际上是一种心态。我后来问他，我不是都一样吗？是不是？他说，但是给对方浪费他时间嘛，他就多麻烦他想嘛，实际上是一样是的，的，是，对。搬的时候，就黑棋正常的应法也是在这儿搬。对，如果你搬粘呢，它就夹出来，是这样哦，应该是就比如说我们摆吗？啊。对，如果这样，接上，邱老师，这个是意思，加这个，是这样吗？对，可以的，这个也正常。这个你下不来，下来被断了，你这个不行这个白棋站不过黑棋，这个站不过，对，所以呢，你加你粘上它度过，那你可能白棋还更亏了。所以呢，搬的时候呢，黑棋粘上，白那棋还原先了。粘上，然后黑棋长过来，对，就形成一个这样的定型。这个定型呢，利弊难说。应该说，但是那个大方向白棋啊也不错，就是我把这个我就要这个头，给你点时控，我不愿意各守一边，这样我有这个头之后，以后这面呢有一个靠的这种利用啊，看重这个利用，对喜欢作战的人呢是比较好的，看来是比较符合孟泰林的风格对，他比较喜欢这样的喜欢这样，这个也是一个不认，他这个白棋呢。后来的他的感受啊，觉得这个时候白棋都很好，一直觉他一直都很得好，一直很好，一直都很好，非常好，觉确得实很有这样的棋手，他一直都觉得自己形势非常非好常好，对，对。的确现在也不错，白棋对，也不错啊。这其实我觉得其实还早，也说不上就是哪一方就一定优势了。他可能说，觉得比较喜欢白棋一点，或者是怎么样，这是有的。对，这是你的说法。他认为已经很好的很多，已经好好的很多。因为他他这的个，形势判断跟你不同那确实。的。现现在在黑棋在这儿掉了一掉下，一个，这个棋掉一个呢，白棋呢一般是不要去飞的，尤其是知白的孟泰林就不可能在这飞在里，这，飞在这里，就觉得这个不这可也以不的，太好，不太好。这么飞他一压你一退，他让被便宜。这个是在，这是孟泰林不愿意的，这个而且呢被他压完之后，黑棋再从这面再对，那个啥，削那更不好。他是这个反击反击，靠出，靠就出来，对付这样的手法，一般都是靠靠着出来，反击对，这样靠断呢，就是说，对，一般是你扳他就断，断掉，在对。这儿，这个棋就这个地方就形成作战了，作战呢。虽然看着这个也挺宽，这是有五路呢，但是呢，他又多这两个，对善战的孟泰林他喜欢，他很喜欢。普通如果争子有利，多数你看打一个也可以考虑，就比如说打这个，我们试下一下啊，打这一个，个，对，黑棋打打吃这，是吗？对，打吃，白棋长，他长，然后再长长，这个，白棋假如说对，拐拐吃，住，只有一般是拐吃，然后他把这个扔掉，对，扔掉。这个是比较普通吧，但是如果这么下呢，他会说，我这个地方这一靠，那个地方争子有利，那我这个棋太好下 随便走两个先手，只要这带有一个了。子而已，我要对，争，我就把我这个这儿子有抢引了，争，跑这出个地来。方动出来，对，那这个棋很好下，很好下。主要这个跑出来确实很严厉。对，这个是这个白棋的着想啊，他的自己的构思就是这样。对。那么这个棋，
那就有意思了。他呢，这个棋是不愿意不愿意打吃打，这是个，直接单尝。尝这个，尝这个，嗯，尝这个棋是一个有力量的棋，有力量。哎，如果你这个时候尝被它蒸掉，你这个少挖一个，对，那就那好差得多多了，了，差是很的，多，损很嗯，多。是的。就这一点，他就这个心情啊受不了，所以不可能。所以白棋要下出最强的手法，他哎，白贪棋，你刚吃才不争，在这儿不，有一个能争我，你不走，那我现在不给你那个机会了。呢。你总嗯，不是这个子不能被提，你必须尝。对，你不可能挖打啊，他尝一个，尝一个他贴一个，白棋再贴对，住，这个地方就作战了，嗯，形成一个很强的作战的地方。这个地方看力量了。嗯，韩国棋手像这个，尤其是小年轻啊，他们呵作呵，战的非常厉害，对。很敏锐，喜欢作战。嗯，那么正好碰到这个孟泰林，他也喜欢，两个人真的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一看怎么样啊？他们黑棋两个。先靠的靠这一个，个好棋，应该是嗯，好棋，先可以。寻求一下，对，看看你你这肯两定个有现什在么争不意义，掉，对，没这不事能儿吃争不掉，掉，这儿有是子的，啊。嗯，你这个靠一个呢，总是你要硬嗯，的，在这一靠一个呢，就是黑棋也看看你的方向，对，白棋搬一个。搬一个，对。然后这个棋走了之后呢，他就不走了，他是走的这他个，搬这搬个，一个。你看，这个李东岳韩国的这个。排名第八的，那边走一阵，这个也很强，他什么意思呢？走这个，那么搬一个，你如果这么来，假搬，如说白棋搬住，如果你搬住，对，我粘，哎呦，这回来粘住，你如果你搬这个，搬，对，我黑粘，棋粘住，对，你啊，尝一个，长。对，二路断，二路扭断是吧？对。哦，这断的白棋有点难受。你断呢，你只能星位扣打这个地方扣打，挖打，对不啊，对？只能这样。嗯，我尝一个，然后只能把你这个得怎么吃打？了，这没有别的办我法。再叫吃一个，你的可能二路棋可能提这个，也你要粘上的话，被我更那个什么，然后我再飞这个。然后黑棋再飞哎，出飞来，哎，是对吧？对，这样他提也先手，黑棋这个他满意，嗯。他希望这种走成这样。嗯，这样作战的话，那就显得白棋太没力量。对，我刚才看见就是黑棋两个子和两个子分段的时候，就觉得黑棋挺不好处理的。哎，结果这黑棋左靠一下，上面又扳一下，找到头绪了之后，发现哎，这处理的还不错，这先那下如果是，走成这样，这是参考题。那对方孟泰不要这么下，他绝对不会他这不么能这么干下。啊，这么下的他不话，干黑棋。就被他都被他这个什么都得逞了，嗯，那就不好。对。他觉得这样就，他没力量了啊！他对，搬这个，所以他不肯跟他这走啊，是是吧？的，是的，嗯，他先翻吃出起来，哎，要翻吃起来，你这个棋外面走被那个搬下去也不得了，对，这本来就搬是下不去许打的那必须棋，要走，那个搬下去，如果你粘上被他一搬，这个棋白棋不好下，啊，这个打也是正常的啊。没错，那么现在看黑棋怎么处理，黑棋怎么做？黑棋先断打，对。然后他长，啊，再翻吃，现在是下的很有意又思。走了一个什么呢？嗯，现在那个子啊，因为被翻起来，又不能往外跑了，往外跑太苗条，太路途太艰苦了，又吃这个气那个了，气这个了。你这个棋如果白棋跑这个是凑黑棋不好，嗯，嗯，这个不行的啊，这个不行，这这个个。跑完了怎么办？接下来啊，这也挡不住，对，他是上他面也最不希好望，弄，他希对，望你白棋跑，嗯，这样呢，你在这一跑，那我就来劲了，对，是，哎，这样刚我好。就缠绕着战术，所以这个时候白棋黑棋啊，这个白棋要气死了，白对，棋这个时候再搬，白棋搬这个，对，这个时候你如果粘，黑棋假如说如果粘你这上，个时候粘，对，那我拐打拐打这个，了，哎，那就对两对，边都走着哎，了。都现走在，着了。假如说你接哎，上，对，我这尝这再个了，尝一哎，个，对，太合适那了。这个白棋最高兴了，是吧？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嗯。在这个时候呢，搬的时候，对，黑棋怎么办？黑棋这个时候也下了一步比较出乎意料的出招乎意法，料，对，他连扳，这个连这妹妹能扳，想得到吗？哎，对，他应该是什么？提一个，尝一个再连扳，那样的话，白棋就可能气死。对，那肯定不一样。如果先提了，跟他这个长交换不就不同啊，了？对，你如果你看啊，嗯，
哎，如果你提这个，它应比方该是这说样，这个时候黑棋提一提个这个，啊，它白棋白棋长，长，然后再连扳，再连扳，哎，对，然后你再打，再就打吃那个，啊，哎，连扳这边哈，对，你连扳，白再棋大打吃，吃，你粘接上，上它长，它对，长，它扣打，扣打，它靠压，外面靠一个，对，你扳我粘，应该这样，对，哎，应该是这样。那接下来这个子还要跑呢，对，你这可样能他就扳长一过个之了。类的，他觉得白棋这目数很合适，哎，哎，这上面输了对，一大把这样的话是白棋希望的，呀。啊，哎，这应该是这样，对。所以黑棋刚才那个下法他不同意，所以呢，他走了个实战的一个急招，连扳连这个。扳，反正是看你，我反正要一边，那白棋当然是要把这个抓掉，先把这这你都已经搬到这儿了，扳我到不这儿。抓你有点对不住对，你，我觉得不能忍了，不能这个已忍了。经对，踢掉，挤掉。这个棋也巨大。啊，这个抓得很舒服但啊。是呢，白黑棋在这个地方不，这个地方啊，哎，点多，在那个地方打吃，哎，他就把那个，哎呦！不是，该白棋啊，白棋这个现我在们该等黑一棋，下，我们把顺序弄好了。现在先黑棋提掉对。啊，然后白棋提掉，形成转换。对，然后呢，黑棋现在打吃这个打吃那个，直接把两个给吃啊。了，哎，那两个子，而且不能跑了，不能跑了，你如果跑被他夹死，你一跑被他夹死，所以呢，这个棋呢就成了一个这样的转换，这个转换呢应该说也是，各有所得吧，我觉得，你就各有所得，但是孟太人觉得白棋很他好。是白现在简觉直得，没法跟他讲，这不他的确白棋也不错，真白的不棋确错，实也不错，他不错，空很多，哎，空很多。但我觉得也没有好到说但这是棋就已经，你把上面等于吃了三个，但是我下面这个实控很实惠，对，确很实实很惠，实惠，哎，但是关键它后面有招，它是靠的这个，对。这个棋呢走成这样的话，应该说白棋实控，黑棋外势，黑棋。就说是控损了一点，这白棋稍微自己觉得好下一些，没错，应该是这样的形对，式。就在这个右上角这个局部呢，白棋这两个子肯定不肯就这么死了算了。你说我外面收收官，然后外面拆一下，这个肯定是不肯的，是。里面肯定得给他搅和点棋出来。至于怎么搅和，是从脚上动手还是从中间动手呢？对。这个就要个人的选择问题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一会儿回来看看白棋这两个子到底是怎么走的。好好。的。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2015年金立智能手机杯，中国微甲联赛第七轮的一盘对局，是由李东勋对阵闷太林。是。刚才呢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这儿刚刚进行转换。那么接下来呢？白棋这两个子显然是要动手了，对。关键在于他是怎么动的。这个棋呢，下得很有意思。这个是死了啊，这一跑会夹死。但是呢，这个棋呢，使得以后有一些利用，对，稍有利用。现在白棋在这个地方靠，这个棋呢是他蓄谋已久的。这个地方他觉得他对这种棋特别敏感，这个孟太我林，发现他特别擅长于各种靠啊，靠断，扭在一起的对，那种扭这个杀，棋你如果特长，别他会擅点长。三三，这里面有很多的变化，而且有棋。没错。哎，如果白黑棋长，他会点三三，这个变化非常多。但是这个时候呢，黑棋是扳的，对。他就断。这个棋，是有棋，扳断，我觉得这个形状挺好。那么黑棋干脆他说，我把就这么走了。就算了。哎，就实战就这么下的啊。这里面变化其实很复杂，很复杂，对，但是这个棋是一个什么变化呢？这个棋，白棋给他提了，提了子呢，这个不受影响，这是，夹死的他不夹用死挣不子怕，啊，你他不提用了挣就算。子，但是呢，我能抢到这个棋，这个特别大，因为本来有一个拖，二拖，哎，黑棋能抢到这个呢，他也觉得不错了，对，他是觉吧？得可以是可吧？以，你觉得可以？
对，这个的确吃了很，也很大。嗯，他说不定他自己心里还觉得不错呢，暗暗高兴呵呵，是高吧？兴的。对对对对，两个但人是都呢，很高兴，对对对，但是这个下孟了，太林下一招棋下得很有意思啊，我们看看他是走在这个地方，几个，嗯。挤一个，看觉得很有棋的样子，但是这个棋呢？这个后面的棋我出我意料，我的感觉应该这个挤啊，嗯，黑棋，不管怎么说，总要顽强的挡住，挡住它是挡住，吧？嗯，嗯，假如说挡住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对，化呢？我们看看啊，假白如棋挡住，挡一个，那白棋只有几打呀？白只有这几打，那好像第一没得手棋选，只有这打，啊，他踢踢掉，掉，是吧？嗯，踢掉，那么吃，他会反吃，嗯，嗯。你踢掉，是吧？立，对吧？这个对，打一个先手，对吧？他就算就你算还粘上粘了上，啊，你这也算补一个。胡一个我就劫在色。想，他接下来他是怎么走的？他是单挖吗？还是你是？这个棋好像是有挖有挡，他说就算我挡都嗯，可。他说就算这样。他还可以弃子哎，都是就算这样的话，就搬一搬，是吧？搬一啊，啊。搬，对，这个棋呢，白棋搬，搬，对，你长，长，哎，黑棋这样尖一个，白棋尖一个，尖一下，你粘上，嗯，头儿再收官，都弃不差，子啊，是都吧？可以。他觉得他能先手挡着一下，然后中间走两下，他觉得有收哎，获，就有收目获数了，就可以。啊，是的，哎，他说这样的话嗯，就已经形势不错，白棋不输，嗯。白棋很好。这先手挡着一下还是挺大的，还有这哎，上面走着两下，回头一挡下去，对上对面也对长对出不对少对对，木。中间还有嗯，瓦等等啊，对。哎，但是即使我说即使如此，黑棋也要应该挡，那白我觉得要黑棋嗯，要这么下呢，可能那个什么而且是，他是不是中间还有些先手之类的？假如说这个，哎这个跑，不，他不是要加的吗？对对对。这一带有个先手的话，这中间是不是还要哎，蒙有住点他？收，但是这儿有个劫，收气的问嗯。题，有个对，收气的问是题，的。哎，那么，对，是这样。这个棋呢，就是说，哎，我们看啊，这个棋挤一个，对，挤一个是很有意思的棋，对，嗯，现在是黑棋小尖，黑棋黑小小尖了一尖，个，现对，在啊，在这儿，白然棋后白挤一棋个，挤。对。他害怕黑棋，害怕那个刚才那个变化，嗯，结果呢是粘上了，在这个地方粘上了，这已经退缩了，退先。缩，这个被下去太大，对呀，这个下去太大，啊，这毫无疑问是退了，已经。这个棋呢真的是让白嗯，棋比较如鱼得水，对。这个地方他下得很好，而且都把自己的理想的棋形都下出来了。下来。这个棋是白棋会下，正好是孟太林他知白啊，会下这种棋，很哦，喜欢。这个棋你只能要吃他角，对吧？嗯，哎，吃他点三三，跳了一个，啊，他进入三三，哎，他先立，先立的，嗯，挡住，挡住，跳一个，跳一个。嗯，这个棋怎么吃啊？如果你这么吃半天，这首先那个一挡就是打劫，对，那个是个打劫。他一边跟你打劫，一边对，你在这个抢角本身吃本起来身就劫，有点累了，是的，就不知道怎么吃了。嗯。那怎么办？这本来一挡就打劫，他就先提劫了。对，他提劫，嗯，白他棋在想这儿先，走，哎，他挡他住，挡住，那再提过来，对，哎，然后黑棋就跳出来，在这跳儿，出来，啊、那他再他还跳，那搬他挡一着下，他再搬一个，啊、这让黑棋很难过。其实你这个吃角就已经很累了，不知道怎么吃了，嗯，已经吃不掉了，已经吃不掉了。对。因为它这里面有断的，这个已经有棋了，你要硬吃它不容易了。这本身就是一个打劫，因为你走完了跳，这打完了一气，还有个冲下不，去了，没，你点进去肯定不对的，对，只能一吃不般是掉，杀棋都是从外往里收，都嗯，是一般的他就是扒出来，90%都是这要啊，的，是的，都是要从外缩往里小收，眼位嘛，只有极少的几个形状是要点杀进去的，哎，走这个嗯，啊，那么你走这个，对吧？对，这个棋，然后黑你棋。要再来点跳点了走这个，他走那个就不对了，嗯，是吧？
点这个了。这个棋呢，就是说这个棋让黑棋已经难过了，这个地方脚上一活就不对了。现在白棋提了一个，对，然后黑棋跳出来，对，他搬一个，黑棋搬了一路，黑棋一路搬了一个，他虎了一个，然后黑棋没办法又拐了一个。还不肯给人家这个棋，白棋该白棋走就已经活了，活了都已经黑棋亏了，然后他还不依不饶，在这个地方靠一个，哎，再靠一个，哎，靠一个，那更让黑棋不舒服了。这个地方的确是让活了个大脚不说，哎，拐，然后白棋靠这个，对，在这儿，黑棋搬的时候呢，他又先冲他一下，让他难受。他要把要求把这个打了长出去。那如果你挡他一打，你粘在一长，你还是个打劫，那棋更不好下了。对，是的，不对了，啊。所以黑棋就这个没法再忍了。对，那白棋这个打下去，打下去，嗯，黑棋提劫，对，是吧？这个棋找劫财现在。那就那个跑出来是个劫，没错，跑这儿，那就刚好，然后黑棋就只能粘上，要不然这儿还好几个劫。不，这个劫太大了，这太大了。对，你那个夹住我这七劫，你也没合适的劫了都。白棋把这个长了，这个黑棋损失太大，黑棋损失太大。这个被人家全跑掉了，然后这从这儿到这儿全。这个四棋变活棋，把黑棋那个吃掉变成木，这个要超过这个价值。这一代白棋下的很得手，嗯，很得手。白棋便宜了，白棋便宜了，而且黑棋还加一手。黑棋现在加一手，跳进来，把它吃掉。现在跳了是这个死掉了，把这个脚吃掉了。但是这个脚你要知道，原来就是你的，对，原来你的这个本来我这下来给你折腾就。本来在你的空里先折腾完了之后，我那儿获得利益，这儿死的不多，对，其实损的不是很多，对，可是那个损的太大，这个白棋受不了，白棋便宜是毫无疑问，嗯，没错，白棋便宜，这占大便宜了，这大便宜了，嗯，然后白棋又把这个，哎，这个棋你看它还是个好形状，还是长了，哎，还是好形状，黑棋小尖，对对对对对，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他还不收兵，嗯，这个棋外面搬一个，这不挺好了吗？已经，人家有虎过，你粘上就粘上可以了吧？好的多了，这个棋呢，应该说盘面到天目，白棋都赢了。哦，这样。这个棋呢，应该说这个用孟泰林的话说，这个时候是白棋可能要盘面好十目，这他这么认为，哎，他说这个好不了多少，白棋优势明显。而且简单，确实这个是这个占便宜占多了，这实在是，这就不明白为什么不收兵，为什么不收兵？杀的兴血一时。这个棋就是好的很多，不像是算不清楚，就是说差个几目啊，两三目不是那样的。嗯、这个棋好的多，明显他那个尖一个，他居然杀的兴起了，还要把人家留下来，哎，这个棋就不明白了，对他把人家留下来。对，这有点过了吧？这个你要吃这个棋，而且那粘上还有路过，嗯，这个就杀得太兴起了。这个棋人家对方还是韩国排名第八的，有点欺负人了。不，这个就过头了，有点过了，这个孟泰林这个下得太过分了，哎，这个太过分了，这个是想象不到。这个棋扳住，他说盘面好实木，而且不走去立下来，这个棋是这个太过分了。嗯，有可能这棋要转，就马上就要翻盘，有可能。对，嗯，不，这快棋就有这个特点，有的时候杀的兴起又有点收不住手。对对对，这个是符合这个这双方啊，符合他们的风格。我们看这实战啊，白棋一路小尖那个，他可能意识到，觉得我有这个妙手啊。把它断开了。哎，他说我有这个妙手，他说我尖这个呢，我这里有个扑，对，有个扑，他这个还没挡呢，挡了点进去才能有扑，他连这个都没交换，直接就那个什么，哎，这个棋就不对了，有点太狠了。对，嗯，这个棋，黑棋现在粘上，对，他是想什么？粘上，对，虎，对对，他本来想着我尖你要粘，那我挤能够断。直接就把那个过，把它挤了断了啊！对对对对，全留下。对对对对，太黑了，这他是说我这个是先手，然后
挤来就断了，你这个都直接就过了，全部吃掉。那没想到这样，哎，是，这个尖完全没有先手。现在虎一个，对，白棋黑棋虎，这个白棋有点狼狈。对，然后白棋又挡这个，你这个本身你要不挡这个，你扑这个人家一冲就留下来了。你只有先挡着点了之后，你这个扑才能成立。嗯，哎。现在人家先中间先跳了一下，这都挺好，这挺好。哎，这个棋自身这个棋留下来了，这跟刚才那个搬上来，简明优势不可同日而语。现在全乱了，现在可能要坏，我觉得。现在这个棋就一手棋的事儿。现在不明白这个黑棋到这个时候啊，在这个阶段他去补了这个，这节骨眼上补了一个。这个棋不需要补，我觉得这个打劫啊。这个棋是不是赶紧把这个先尝出来？搬头最狠，这个更狠。哎，应该搬头。嗯，搬头这个棋是圈进来了，然后自身这个还要收气。对，搬头厉害，你那个本身也有过，这一排都不问，这个时候就搬头了之后，你来铺劫好了。嗯，这个棋没有劫财，没有什么大劫财。啊、哦，哎，而且我本身也有劫财。对，而且你铺完了也只是过，也没什么。对，这扳头很大，中间这太厉害了。哎，对对对，扳头有可能这个形势逆转，有可能、哦、有形势逆转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该收手时的时候要收手，这个不能下得太猛了。对，棋下的，对对对，这白棋是走的这个，嗯、他黑棋是走的粘的一个，对，这个粘。缓了，缓过来了，缓了，给白棋有喘息的，白棋能够搬在这儿，搬的那个地方，嗯、白棋搬了这个，对对对对对对，搬这个差的很多啊，确实差的很多，差距有点大，这啊，嗯，然后黑棋把这个黑棋再走这个，回到哪儿再那个什么，他就点在这里。稍等，我把中间这个、先搬，然后黑棋点的、那个、黑棋点在这里。先搬这个。搬这个，对。然后黑棋 点这个。嗯，对。这个是死了。吃这个。反正这转一圈呢，是白棋过来了，但都不如刚才那一手搬。搬住。你多走了两手都不如那一手。这中间还少了好多目呢，现在。对，也是亏的。啊、哦，虽然也是亏的，但是呢，黑棋其实就已经给对方给了白棋喘息之际了。嗯。如果一鼓作气搬的话，嗯，你揣劫不怕。对。哎，那样的话就白棋很大麻烦。嗯。现在白棋走这个了。现在黑棋拐一个。拐一个，对。然后他虎。虎一个，对。他又搬了一下，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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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加一个，加住，对。但是这个时候他一断打，对，提掉。这个棋呢，长这一长呢，把他白棋这个给吃进去了。啊，这有点大。吃进去了，其实这个是白棋也是亏的。是啊。白棋这个棋呢，到之前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说不给他吃，不给他吃。那就是说，在提不要提，对，打这个，他黑棋打的时候啊，对。现在黑棋打、这个。黑棋打的这个，现在不是黑棋打这个吗？对。是吧？对。哎，现在白棋打这个。翻吃。翻吃，你提。对。是吧？他把这个糊了。但是这边。你冲这个。啊、哦。他可以加一个。哦，是这样。你粘上，我再断。嗯、对，这样呢，虽然有两次，但是他都连了。连回家了，嗯，以后这儿不管什么挡还先手，那面还有收官，这个棋比他的实战还好一些，对，这个还好，形势不差，至少这块棋连回来了，对对对对，这样二十多就还是形势挺好的棋，这个棋应该这么下，嗯，黑岩寨，那么你这个实战被他这样的话被他吃了还是不同。现在打吃这吃掉有点大吧？哎、吃掉还是很大的。对呀、啊，然后白棋还把这个挡下去了。这个挡也是现在没有意义的，挡这个棋。他没觉得这边大吗？挡这个错误，不应该挡，那个是个是个大官子、嗯，但是呢是个后手啊。这个棋不应该挡，这个棋应该走这面，在中央打，在这个地方走棋，在这个地方。
不要党走这个，走在这里，这白旗。嗯。哎，白旗应该走那个地方呢？对，这个地方走，这个地方很大，这个地方要下来嘛，嗯，是吧？嗯。这个地方走呢，你看你这五颗子还有威胁，是不是啊？对啊，这步棋确实很大呀。你那一退，我一走，这个、嗯、这个应该这么下。对，嗯，是的。现在他是退的，是吧？现在黑棋刚刚退了一个，然后白棋挡了一个下去，嗯。这个棋就因为这个挡，我们看啊，黑棋飞刺了他一下，先很强。嗯，这人家下的还是立下来先手，哦、嗯。非常敏锐，这重要的地方一点都不会放过。这个棋形成了一个乱战，很有意思。后面乱战更厉害，他不肯硬了。现在他要粘上被这个飞住，他不肯，或者飞住。哎、这个他尤其是蒙台更是要贴出，一路猛杀，他是一定要挡出来。那么黑棋就冲进去，嗯，又成了一个转换，嗯，白棋冲冲，挡住断，断掉，对，啊、哦。断了之后呢，他先粘，他先粘，可以不粘，但是呢，先打出来也可以考虑，嗯。他先打出来，他是不是还怕人家扑呢？他怕扑劫，这里面有劫财的问题，哦、怕这里劫财的问题。哦、粘了一个白棋立，对。然后再打出来。再打出来，对。但是即使如此，是个乱战，乱战挺厉害的这个棋，很难挡住，对。拐住，嗯嗯，然后白棋压一个。压一个，对。小尖。尖。对，再长，长一个，对，这个棋混乱，混乱，这个棋呢，这个乱战呢是白棋这个棋呢，又得手了，因为他喜欢乱战，然后这个地方，黑棋的也有失误的地方，嗯，也有失误的地方啊，黑棋叫吃，先打吃一下，打吃一个。粘上，接上，对，然后他又虎他一下，对对对对对，顶住，对对对对，嗯、是这样。然后这个时候拐了一个，拐一个，对。哎呀，这个棋拐一个，这个都他怕什么？这个地方有跳下来哇。哦。怕这个，哎，所以中间三路有个哇。对对对对对、啊。所以拐一个。所以拐一个。我想这会儿怎么还有空拐这个？中间怎么还不赶赶紧跑？看这是一个又是个乱战，嗯、乱战棋。是的，嗯，好，我们看啊，白棋中间这个，但是这个时候乱战呢，白棋有一定的危险。如果黑棋都走对的话，嗯嗯，那脚上那他的空已经被破掉了，现在对配空不见得够了。对，嗯，跟刚才比起来，就是对空已经没了。现在拖一个，拖一个，啊，拖一个是一个棋筋，嗯。棋筋，这个脚上没活。这两个子是棋筋，它不能掉。对、啊。所以说它得护住。护住，它是团一个。团，你如果单挡，人一急打一爬，爬回来这。如果你单挡，它急心未急打，你粘上再打一下，你粘上那一挡脚，你没活。所以呢，它这个棋先团一个。嗯。团一个正常啊。团一个呢，你黑棋度过它那边收着气呢。他拐拐一个、嗯，紧住你的气，紧着气挺好。是的。现在黑棋跳，嗯，跳这个，跳这个，跳这个，然后白棋挡住。白棋因为脚上没活，还欠手，他就又补了一个脚上。是的。嗯，现在黑棋啊，这个时候他走了一个不太好，他是贴的。这个棋正招应该直接贴，挡在外面，挡在外面，对啊，直接挡在外面，不是看得很清楚吗？挡两下，挡长再贴啊、嗯，就比如说这样就是、哎对、嗯，挡一个，再来一个，对对对对，看你是粘还是虎，你要虎在心位，我还粘先手，嗯，你粘呢我也就双一个，没事儿，是的，是的，这样下呢，应该说黑棋这个立回家的进、嗯，你这个。白棋这个也很危险，嗯，不乐观，这样并不乐观。外面的头好宽敞啊！哎，这个是让白棋会难受。是的。而在这个时候的作战呢，突然间黑棋不对，他贴了这个，贴这个贴的地方没贴对。对，这个贴这个重要的失误被白棋长，你怎么办？你又顺着这么来，他再跟着走，拐，然后他一顶，那个地方吊着呢。这个中间呢，给白棋有利用了。刚才那个贴的比较强呢，嗯、
其实白起很难过，对，你虎了被粘上，你什么都没吃，现在呢你这个那还吊着呢，嗯，这个这样的话白起有气象，对，黑起把这个蛙吃了一下，对，这个这样呢是哎蛙吃了蛙吃一下先手、嗯、是吧，然后把这个双一个，对，嗯，中间作战，中间作战，这个棋白棋走嘞走的比较普通，我觉得走的挺好，赶紧 跑,、嗯、赶紧跑尖一个你虎一个他就回家、啊、跳回去，回家这个回家先回家再说，套了一下他粘上回去是回家了，但是黑棋这个呢你要小心，这个棋黑棋还没有 好、哦、你的回家回了，你得你的回家回去的问题，他先 虎一个好翻，虎一个也威胁这个角、啊、对，这个角没活、嗯、所以他就走这儿，这个棋呢因为这个棋是原来死棋，它这个有利用，要利用这个，嗯，这个棋白棋下挺好的，白棋要跑出这个，白棋先靠了，先靠一个，等他搬然后再一搬，再搬，对，他一顶他这个，我把这个先拐回来，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把这个你再搬我顶着就回家，又这两个子在这里你搬我一顶啊、就回家了，这个太大了，这个这个太没有全局，没有这个比这个更大的，嗯，这个太大，然后关键还是先手，这黑棋还得黑的还得连回去，连回去啊，对，在这儿就这一下这个形势就分出来了这一下先手这么二十多目都跑回家了，这个太大，先手跑回去太大，然后后面这白棋我们看啊，越战越勇，他跳下来了，跳下来然后冲挡住一段，这个是好棋，白棋这个好棋，打吃里挡，这个好棋，他断打的时候他可以胡打这个，对，嗯，黑棋提劫呢他现在有劫财，白棋，白棋现在其实这个本身就是劫，这个对他粘上是不是，粘上就是劫，粘上他提过来就可，他是粘了那个选了个劫财，他实战也应该粘完再提劫，哦，我就奇怪他为什么不，为什么不要，那是明显的手顺手劫嘛，嗯，为什么不要，他是粘的这个，对，然后黑棋只能粘上，要不然被提了受了，但是这个当然也不小，嗯，这个也是不小，对，也是个形势不错，黑棋挡一个，对，但是这个棋呢要死活要小心接上，因为他把这个粘了先手，这又是粘先手，对，然后把这个吃了，嗯，是吧，对，这个死活还要小心啊，对，小心，然后中间搬了一下，搬一个挡贴一个，嗯，中间暂时没有问题，他都还连回家的，是的，哎，现在他打吃，打吃他提，提掉、嗯、他那面是不是个进火，他顶这个啊，顶这个、哦、你打吃他还能粘上啊、哦、黑棋打吃呢白棋就粘上，他能粘上，对，这里面是个进火，因为他不管是这个先手还是打搬这个他就挡住了，他就挡住就行了、就没事，这是先手，然后哎对粘上呢、他就打吃这个，对对对对、嗯、那你说我那头呢搬那头呢，哎对，不搬这个，对，搬这个，搬这个，搬这个、这个、哎对对对对，是吧，如果搬这个，如果搬这个是个什么，试下一下啊，对，试下一下，下棋这个如果搬那个，如果搬这个，对，那么黑棋白棋白棋搬一路，单搬一路，单搬一路，然后他挡住，挡住，扑，扑，对，提，提掉，是个连环节吗？对，再打，打这个，再打这个，打这个，对对对对对，这个形状是连环节，黑棋拿白棋没有招，没有办法啊，他不能粘，粘了提掉这边吃通了，哎、对对对对、啊，这个是个这个形状是白棋活棋，但是呢，他们都独秒在最后一分钟了，嗯、是就是说没有时间了，当时在。最后一分钟，双方都最后一分钟，他也没有时间，脑袋那个时候有点懵了，他急打上去了，急打上去了，他没有 hold 住哈，哎，他各种变化算一分钟他算不过来了，这里面算不变化很多，确实，要打这个了、嗯，那变成了个打劫了，对，哎，实战就是这样，他急打的时候，黑棋就搬了一个，搬这个，提劫，哎，他把这个，他再铺一个，哎，铺在这个，铺在下面这个，啊，等一下，我把这个，哎。黑棋先加，等一下，等一下，这里加一个，接上，对，然后白棋急打，搬提劫，对，铺一个，黑棋铺这个，对，对，那白棋只能挡下去，挡一个，对，现在他是拐了一个什么？他是拐了一个，
拐，然后白棋就他再提一个，提一下啊，那面他再提一个，黑棋先提一下啊，对，然后他弯了这个，他立弯了一个啊，他再过来，他再过来，对这个，然后白棋补了一个，长这个大，长这个大，黑棋又接上了他打这个劫，嗯，小尖，这个是个劫劫财，对，这是个劫财，然后再提，对。这个时候白棋也没有，他是搬了这个找劫吧，白棋是搬了这个哈，对，搬这个他接上，粘上，嗯嗯，提劫，对，那么黑棋，黑棋是长的这个，嗯，击打，他就把这个断了，看得很清楚，对。这个时候呢白棋已经看清楚了，看起来他就把中间团住这个补掉，他不给他打这个劫了、啊、那个劫当然很大，行了，可以了，是一个相当大的劫、啊、后来他居然是把他这个给气死了，本来是进火，但是他走错了，但是做独秒幸亏后来他自己说本儿比较大，本儿大是吧，结果是接这个提掉，然后他就拐了，这个劫财也不错，他是现在白棋啊劫财又多，糊了一个，这是最后一手了，最后一手，嗯，下成这样的话，嗯，白棋看清楚赢了，黑棋也就这个时候也知道输掉，这实际上的时候盘面呢黑棋还好一些，嗯，好的不多了，好的不多，但是呢胜负已定了、嗯、没有官子了，对，在这个时候也没办法，虽然都是独秒到最后一分钟，但是不行，这时候孟泰林判断清楚这个弃子把这也吃 了、他虽然是亏一点，但是呢这个地方他总的形势还是拿住了，嗯，对，嗯，那么最后这盘棋的结果呢，就是直白的孟泰林是中盘战胜了李东勋，啊，夺得了这盘快棋的胜利，应该说下的还是挺精彩的，是，好，那我们的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